元宵节在我们山村里是最热闹的节日，每逢这天，全村老少都会聚在一起赏灯、猜谜、舞龙。在无尽的欢乐中度过这个预示着幸福和圆满的夜晚。而元宵节对我来说非常特殊，因为总会在这个节日里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事儿，或悲或喜，牵动着我的命运，成了我的心结。我和百灵从小一起长大，是形影不离的玩伴，也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两小无猜、青梅竹马。不知是命运的巧合，还是上天的故意安排，我的姓氏元，他的姓氏萧，真是让我无法躲开这个节日了。我们两家人的关系一直很好，父母们知道我们俩的情谊，早已心照不宣地有了结论。你看，月亮多圆呀！然而，就在这个元宵节的夜晚，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儿。这是怎么了？在正月十五一片祥和气氛中，上元镇花炮厂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，事故造成了多人伤亡，目前该事故正在处理中。元丰啊，给你妈磕个头。这个花炮厂是百灵他爸开办的，我妈也在那里打工。他们为赶制一笔订单，元宵节那天加班加点，在粗心大意中酿成这起惨祸。我从此失去了妈妈，体会到人生的悲痛，而我爸却把他的痛苦与仇恨记在了百灵一家人身上，不许我和百灵再有来往。但我知道这件事和百灵没有关系。他爸办了这个厂子，让你们遭罪了，祸是他惹的，他死了还有我和闺女。来，女儿跪下，他欠的钱我会想办法还给大家的。他惹的祸死了活该。就是他都落了个清闲，那你们不钱怎么办？能还得上吗？这你就说那钱怎么办吧。他欠的钱我一定会慢慢还给大家的。百灵，跟我走。百灵现在比我难过，他不仅失去了爸爸，还要和妈妈一起承担这个责任。百灵，别哭了，我们家的钱不用你还。我妈说是我爸办的工厂，他死了我们就得还债。
元丰，婉玲，你妈找你呢，你快回家去吧。哦，站住！哎，跟我回家去。过来，元丰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妈妈是他爸爸害死的，我不让你跟他一块玩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怎么回事？你这孩子一点记性也不长。走，回家。时间一晃，几年过去，迎来了又一个元宵节。百灵和妈妈为偿还债务，干起了自家的元宵作坊。日子虽然过得清苦，但这母女俩的坚强性格，让生活充满了艰辛和快乐。我爸依然怀着对萧家的仇恨，不许我和百灵来往。但他有他的决定，我有我的主意。只要一有空闲，我就跑到百灵那里，继续着我们的感情。灵儿啊，过节了，把这些给大伙儿送去，别记账上了啊！哎，妈，快有盼头了。哎，你这是宽我的心，我知道还差多少。元丰，啊，你还不回家念书去？没事儿，婶儿。一会儿让你爸看见了，又该挨揍了。真没事儿。元丰，快走，叔来了。啊，婶儿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叔。而百灵母女对我爸那个冥顽不化的老头始终忍让着，从没红过脸。他们早就习以为常，见怪不怪了。叔，您进去坐呀。嗯，他叔。叔，你慢走。大叔，这是送给您的，不记账。好好好好，这您拿回去吃，不记账啊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，王大叔，一会儿我给您送过去啊，等我送完这边的。哎，好嘞。百灵，快别苦读了，今天过节，先歇了吧。不是，百灵，你是啥意思啊？我都说了，我们家的钱不用你还。我都说了，每家都送了，不记账的。你复习的怎么样？有把握吗？那还真没准。这个时候，谁敢说有把握呢？那放松一下，走，跟我去会场。会场？嗯。万一碰上我爸怎么办？我给你放哨。好，走走走吧。哎，老四，把这龙头抬那边去，好好休息啊。哎，好喽。叔在哪儿？走吧。万一看见怎么办？走，你跟我走，走，咱俩悄悄过去。得把那个门关起来。不用，快坐这儿。你写灯谜，我去给你放哨啊。百灵，过来。哎，
怎么样？猜猜吧。这个呀。啊。二四六八，打一个成语。嗯。无独有偶。嗯。这个呢？三三二二，三三两两。啊，这个呢？一二四六七八九十，隔三差五。太棒了吧？那当然。这俩，四个零，三个三，三个五，三五成群。这个呢？四大皆空。哎呀，你这都太简单了。要不这样，我给你出一个。行啊，没问题，你出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你要是猜对了就算了，你要是猜错了就应对题面。好，你说吧。你听好了，你我今晚共赏月。共赏月。打什么呢？打一个节令。不知道。你我一起逛花灯也行。逛花灯，嗯，猜不出来。哎呀，你笨啊！我问你啊，嗯，你姓什么？姓袁。我呢？姓肖。你我今晚共赏月，元宵节。还元宵节呢。白灵，你我中间被一条河给截住了，不是元宵节的节，是……不许胡说！大叔，严峰，爸，不在家好好学习，在这儿胡扯什么？叔，不是他的错，是我让他来帮忙的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你离他远点，走。叔，走。我说了吧，快走！不是元宵节的节，快是劫难的劫。快走，走走，快点！元峰，坐下。这孩子，元峰啊，你忘了你妈是怎么死的了吗？我当然知道。你没忘？你忘了你妈是怎么嘱咐你的了吗？啊？你妈让你好好学习，考上个好大学，将来有个好前程，永远离开这儿。你怎么就不听话呢？我咋没听话了？你看你这孩子，你咋还不听呢？啊？你说你不好好学习，跟肖百灵去约会，这百灵怎么了？百灵咋了？我告诉你，天下所有的女孩，你跟谁好都行，唯独百灵不行。你咋了？元峰啊，记住你妈的话，好好学习，考上个好学校，有个好前程，啊，别回这地方，永远别回这儿，好好学习。开书来，你这孩子，在家开书。在家待着，好好学习。我喜欢百灵，我就喜欢百灵，我以后还要娶她。哼，学习。映山台边有映山红。
百灵有一副好嗓子，她喜欢唱歌，还在县剧团里学习过一段时间，上过舞台，村里人都爱听她唱歌。逢年过节，她总会为大家献上几首我们当地的民歌，增添节日的气氛。百灵，我跟你说，就你们家这个元宵，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元宵。百灵，那个，我想亲你。我走了。哎，百灵。嗯。哦，我爸准备了一些烟花爆竹，我们庆祝一下，再给他放了。好啊。那我去拿。你来，我不敢，要放你放。被吓怕了吧？我来就我来。家去喝两盅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家那个崽子还在家锁着呢，我得回去看看。哎呀，你们家小峰啊，错不了，多聪明的小孩啊，少找啊。你还说呢，都把我气死了。哎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啊。你这个人啊，就是不知足。好好啊，走了走了。那好，改天啊。啊，赶紧回吧啊。小峰，小峰，这个孩子搞什么鬼？这是跑哪儿去了？干什么去了？刚刚百灵给咱送元宵。哦，趁我不在，他又来找你了是不是？不是，他，我放炮把他眼睛给崩了。什么？把眼睛给崩了？啊，厉害吗？厉害啊，快瞎了。那你回家来干啥呀？
我回来取钱，钱不够。差多少？差太多了，爸。哎，哎，爸，爸，我求求你救救百灵吧！再不救他，他眼睛真的就瞎了，他现在在医院躺着呢。你给我钱吧，我现在去交医药费啊，爸，爸。这没出息的东西，起来吧。爸，你快把钱给我，我赶紧去医院啊！爸，小峰啊，天塌下来，爸爸给你顶着，你惹的祸，爸爸给你撑着。可是有句话，我得跟你说清楚，以后不要和百灵再来往了。你要是答应我，我就给他们家送钱去。我答应你爸，你把钱给我，我去医院去把他钱交了，要不然他眼睛就瞎了。小峰啊，我告诉你，这钱呢是留着你上大学用的，这是你妈用命换来的。孩子，你给我记住了，好好在家里待着，读书。他婶儿啊，他说您来了。小峰闯祸了。你看这钱够不够啊？这钱我们不能要，我家欠你的钱还没还上呢。这是小峰垫上的，你一起拿回去。你这是啥意思啊？我知道你家不富裕，这钱是给小峰上学用的，所以我不能要。来来来，咱们过来说。我是拿这钱了事儿来了。了事儿？是啊，这不是小峰惹的祸吗？我替他来了事儿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啥条件？劝你家百灵远离我们家元丰，别让我看见他们在一起。这钱呢归你。不要。妈，就按大叔说的办。叔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见你们家元丰了。好好，这钱你拿着吧。啊，你这啥意思啊？没啥意思。爸，百灵那怎么样了？他眼没啥。不是说了吗？这事儿不用你操心。我不信。爸，你告诉我，百灵他到底怎么样了？我跟你说了，这事儿不用你管。你答应过我的，好好学习，听见没？进屋读书去，快去。
哎。大夫，大夫您好，就是有一个眼睛被鞭炮炸伤的，叫肖百灵的，他的眼睛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花炮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过年期间啊，我们收治了不少被炸伤的孩子。大夫，就是那个肖百灵，怎么样了？病情？他的眼睛现在是保住了，可是恢复期会很长。他的眼睛啊，会怕风、弱视，而且不能见光。那这么说，就是他的眼睛能治好，能恢复，能看见。要彻底治愈啊，就得换眼角膜，得做大手术。换角膜啊，还得等机会，还要配型成功才行。关键是啊，需要一笔十分昂贵的费用。那得多少钱啊？至少也得十几万吧。哦，谢谢大夫。嗯。啥？你说啥？你不想上大学了？嗯。为啥呀？因为我要赚钱，我要为百灵治眼睛。混账东西！你妈是被他爸害死的，他欠咱一条人命，永远也还不上。他收了咱家的钱，你就跟他家两清了。如果说他再要挟你，我饶不了他。你这个孩子，你看看百灵的眼睛，将来还不知道啥样呢。你跟他过日子，跟一个瞎子过能有好日子吗？我，你好好想想吧，儿子，啊，你好好考上大学，将来离开这儿，别回到这儿，听见没有？爸，您在这糊里糊涂的说些什么呢？你，算了，我跟你说不清楚，我走。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呢？你，哎。唉，元丰，你真的要出去打工吗？嗯，我决定了，我要挣很多很多钱，给你把眼睛治好。你真的以为去打工就能很快的挣到一大笔钱吗？百灵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赚到很多钱。元丰，你要出去打工的话，就要从最底层开始干。费力不说，也根本挣不到什么钱。即使你将来赚到钱了，也要一点一点跟别人学技术，那就不知道得熬到什么时候了。反正我觉得一个毫无所长的打工仔是赚不到什么钱的。其实你倒还不如……不如什么？你说。如果你要是能考上大学的话，选择一个好的专业，就能学到一技之长。那时，你的起点就比别人高了。将来，无论你到哪里工作，都会被别人重视。嗯。你的专业就会为你带来稳定的收入。要是你愿意的话，还可以自己当老板。你要是真想替我治好眼睛，
那你就应该去上大学，不能像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。白灵，嗯，你说的真对。哎，这点道理还得我教你啊，你真是猪啊。不过我现在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。你又决定什么了？白灵，我一定要上咱们省最好的医科大学，而且我要专门学习眼科专业，我亲手把你的眼睛治好。哎，严峰，你等会儿，你爸有话跟你说。说吧。我想了想，你不是不想上大学了吗？也行，你早点出去打工啊，也知道这挣钱的艰辛。另外，咱们家也确实供不起上大学。正好深圳，我有一个朋友在工地上管事儿，你去找他，让他给你找个活干。爸，我改主意了，我还是要上大学。哎，我说你这孩子，怎么说变就变的？哎，是不是肖百灵跟你说啥了？爸，你说啥呢？这与百灵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大学不是您非要我上的吗？还说这是我妈的遗愿。哦，现在我依了你，你又不高兴了。爸，反正啊，这大学我上定了。哎，灵儿啊，想啥呢？有什么心事吗？妈，我想去城里闯荡闯荡。你疯了？你眼睛都看不清，还想到城里？看您说的，我能看得见人，也能看得见路，怎么就不能去城里了？那你能看得清楚吗？这也不影响我去城里呀，妈。我觉得吧，这家里的活儿我也帮不上您什么。虽然我的眼睛看不清楚，但是我的嗓子还和以前一样，还能唱歌，所以我想去城里去看一看。还想到城里去唱歌？你知道城里什么样子吗？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哪有这么多坏人呀？再说，我唱歌也碍不着坏人的事儿。万一遇上好人了呢？万一有哪个剧团看上我了呢？让我参加他们的演出呢？妈，到时候您可就享福了。行了行了，别臭美了。你以为好事都让你一个人遇上了？那您也不能说丧气话呀。反正我已经告诉您了，您要是不同意，就别怪我不辞而别。
灵儿啊，妈知道你这犟脾气，决定的事情就是八头牛都拽不回来。不过你要听妈一句话，如果不行啊，你就回来，妈养着你。哦，妈，看您说的，我在城里站稳了脚跟，还要帮您卖元宵呢。你呀，从小就心高气傲，其实啊，妈知道你的心思。婶儿，凤儿，你来了。婶儿啊，那个，您知道最近百灵去哪儿了？百灵啊？啊，哦，他到他舅舅家去了。舅舅家？啊，那他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？他怕耽误你学习，所以就没去找你。哦，不过他给你留了句话。说啥？他说他不在的时候让你好好学习，不要忘记你们的约定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水儿，那我走了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空翱翔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
百灵离开家以后，我很失落。只有拼命读书，才可以排解内心的孤独。当然，我也为石倩和百灵的那个约定，我一定要考上大学，将来挣钱，为百灵治好眼睛。只有这样，我们俩才能有光明的前途。于是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之后，我终于有了收获。珊儿啊，你看，录取通知书，我们医科大录取了。珊儿呀，这真是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啊。啊，风儿啊，你可出息了。百灵，你在哪里呀？我们医科大录取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快回来吧。风儿，你就别叫了，百灵去他舅舅家了，暂时回不来。婶儿，那我能去找他吗？别跑了，百灵捎话来说他现在挺好的，还让我转告你，让你不要担心他。哦，还有，不要忘记了你们的约定。哦。哦，风儿，来，风儿，这个是婶儿的一点心意，你拿着。啊，不，这钱我不能要。婶儿，这钱你留着给百灵治病用。通知书我拿走，钱你留着。婶儿，我走了。德龙啊，咱哥俩关系好，是别人五分力，你四分力。是是是，谢谢谢谢啊！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，啊，钱就是你的了。好，好。等等，爸，这啥合同你就签啊？哎呀，大人的事小孩子别管。你给我，给爸，这是放高利贷的合同，你不能签啊！哎呀，你拿来别管。德龙，你们爷俩最好把这件事情商量清楚了再来找我。管我借钱的人呢，他多的是。哎，老孙，老孙，别走，别走！爸爸，老孙，别理他，他什么人啊？严峰啊，咱不借这钱，爸拿啥供你上大学呀？爸，我上大学也不能借放高利贷的钱啊。严峰啊，你说这么大笔钱，爸上哪儿去弄啊？难道你让爸去卖房子吗？爸，爸，上大学您非要借着高利贷的钱吗？好，爸，爸，这大学，这大学我不上了。我，你真混呐你！上大学，这是你妈的心愿呐。爸就是豁出老命，也要供你上大学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家里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啊，来了来了。您好，您是元丰吗？我是他爸。哦，这是他的挂号信。
严峰啊，这个来信了，这江西医科大学招生办的，快来，我这眼睛花，你快打开看看。爸，这怎么回事？快给你爸念念。哎，元丰同学，有一位好心人得知你的家庭贫困，已经为你提前预支学费，现将收款单据以及好心人的一封信一并奉上，届时凭录取通知书至学校报到即可入学。哎呀，这是哪位好心人？还有一封信，看看看看。乔先生，爸，您认识乔先生吗？不认识啊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快快快，这写的啥？给爸念念。哎，我通过助学网对20000名学生的家庭情况调查得知，你的家境贫困，或无力攻读大学，因此，我选择你作为帮扶对象，资助你完成学业，会将你的学杂费用按期汇入你在助学办的指定账户。对于我来说，资助你不图回报，更不为名誉，只为满足自己的心愿，所以你不用知道我是谁，也不希望与你结识。但愿你能安心读书，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愿望。资助人乔先生。儿啊，咱们真是遇上好人了。是啊，儿子，这一定是你妈在天之灵在保佑你。儿啊，快快给你妈磕头，了却你妈的心愿。快，妈，妈，儿子给你磕头，有好心人资助我上学了。妈，这突如其来的善举，为我解决了眼前的困境，使我能够踏进大学的校门，继续实现与百灵的约定。然而百灵却不在我的身边，不能和我一起分享这份快乐，不知他为什么要离开我，会不会是他故意要这样做，不想让我看到他的痛苦，不想让我分心，不想给我添麻烦。难道百灵不知道我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他吗？在这个本应快乐的日子里，却使我感到孤独与失落，加重了我对百灵的思念。哎呀，儿子，你真是太有眼光了，你看这学校也太气派了。爸，我去报到，您回去吧。儿子，爸心里很惭愧啊，这些年也没给你攒下钱，
害你差一点丢了大好前程，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啊。可是，儿子，你小子有福气啊，有贵人资助你，给咱们解决了一个很大的困难。儿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不能光靠人家资助，爸也要为你做点事儿。从今以后，我就留在这座城市里，找个地方住下来，找份工作，挣点钱来补贴你。以后你就安心上学吧，啊！爸，不行，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到哪儿去找活去打工去啊？哎，孩子，这你就别管了，你就只管好好读书，爸爸一定会找到工作的。你在这里好好照顾自己，啊！爸，你别打工了，在一个城市里心里待着踏实。你快进去报道吧，啊！我走了。放心吧，省城我熟，快去快去，别耽误了。我走了，在学校好好读书。哎，那活特别累吧？可不嘛。哥几个，你们喝着呢啊！那个，我出去转悠转悠啊！哎，来来来来，别，来来，一块喝点，一块喝点，一块喝点，来来，坐，来来，拿个杯子。哎，好嘞，倒点酒。哎呀，这，来，好，来您吃点。哎，老哥，你要找工作呀？是啊。哎呀，就您这岁数啊，早该回家留守了。那现在打工的都到第二代、第三代了，您现在出来找工作？为啥呀？有手艺的也行。你会什么手艺啊？我以前在老家的轧钢厂干过，还行。可是那轧钢厂早倒闭了。哎，现在连大型钢厂啊都产能过剩，何况您家的小厂？像您这样光凭力气吃饭的，找活难呢。要不只能去建筑工地干小工了。对呀。来来来来。喝酒喝酒。哥几个，我呢见到你们是缘分，你们几个见着什么活就给我推荐推荐。我真有点事儿，出去转转啊。你们先慢慢喝着啊。谢谢谢谢，慢慢喝啊。10块钱，自家做的元宵，你买回去尝一尝吧，特好吃。好吃的萧家元宵，10元一兜了，物美价廉的萧家元宵。哎，大哥您尝尝吧，买回家吃，哎，准保好吃，10块钱一兜。爸，元丰，啊，我说你们俩是不是还有来往啊？不是爸，你这莫名其妙，我跟谁有来往啊？我问你，
你考到这儿来上大学，是不是找小百灵来了？爸，您是不是见到百灵了？她在哪儿？我找她去。哎，我呀，看见一个人挺像她的，我老眼昏花，我也没看清楚。不是爸，这事儿您不能蒙我呀。哎呀，我看那人呐，他上车走了，没看清楚。走了？是啊，走了。这不对啊，他妈妈不是说他到舅舅家去了吗？元丰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别胡思乱想了，好好在这儿读书。你不想当医生挣大钱吗？好好读书，那你忙你的，我走了。哎，爸！哎，这多少钱啊？2块钱一个。不买。10块钱，哟，能看见呀？哼，我还以为是个瞎子呢，搞了半天是个骗子。大哥，我不是骗子，我眼睛真的不好，我们家急需钱用，您能不能？能什么能啊？我告诉你，在这地面上，没人不认识我大头李的。别说拿你几兜元宵了。我就是把你人拿走了，也没人敢说什么。你给我记住了，以后你哥想吃元宵了，就会过来拿。你要是再敢给我提钱的事儿，我连你一起带走。袁师傅，怎么样，找着活了吗？哎，人家一看我这岁数啊，就没人搭理我了，难找啊。哎，袁师傅，要不这样，我那工地啊，现在正好缺个人手，虽然钱给的不多，总比你这样闲着要强啊。哎呀，能有活干就不错了，那我谢谢你了，谢谢。哎呀呀呀，别客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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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袁师傅，别客气啊。当我在教授那里问世，
百灵的眼睛可以通过一种替代角膜技术进行修复时，我高兴极了。可是对我来说，那仍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从此以后，我便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活。青啊，晚上我请你喝酒。哎呀，别呀、啊，咱还客气什么呀？木儿子上学不容易，快去存下去吧。哎，这钱要存，酒也得喝。领钱去吧，我走妹子，还别说，你们家这元宵啊还真不错，哥哥我吃上瘾了。哎，再来两包。大哥啊，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个成本钱？什么成本？行，今天你哥就给你个成本。那还敢要成本？
哎，田青啊，这个月又发钱了，我去趟银行存钱。这工地上啊，你给我照应着点啊。行，放心吧，我一会儿就回来，赶紧去吧。哎，好。请您到这边办理一下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请 A0006号顾客到二号窗口。那个，我要存2000块钱。好。哎。请 A0007号顾客到二号窗口。您好，能不能麻烦您帮我填一下单子？好的，您的业务办理完了。谢谢啊。您说吧，我这里有个账号，给您。好的，怎么填？您说。我要汇1500块钱到这个账号。好，您稍等。请 A0008号顾客到3号窗口。汇款人的名字是乔先生。啊，什么意思？过桥的桥去掉一个木字旁，先生嘛，就是那个称呼的先生。啊，好。乔先生，爸，乔先生是谁啊？把你作为扶助对象，资助你完成学业，会将你的学杂费用按期汇入你在助学办的指定账户。对于我来说，资助你不图回报，更不为名誉，只为满足自己的心愿，所以你不用知道我是谁，我也不希望与你结识，但愿你要安心读书，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愿望。妈找你呢，你快回家吧。哦，说了吧，不是元宵节的节，是劫难的劫。元丰，走，回家去。妈，就按大叔说的办。叔，你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见你们家元丰了。哎，老大爷，找谁呀、啊、你啊？哦，哎，我找我儿子。现在学校放假了，没人。他没回家，就在学校里。在学校？叫什么呀？哦，他叫元丰啊。住哪栋楼啊？住这个6号楼303号房间。啊，等会儿啊，我给你打个电话找找他。哦，谢谢谢谢，谢谢。
什么？你让我见百灵？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？爸，您不是说了吗？永远不让我见百灵。为了我妈，和萧家永世不得来往。爸，您不是说了吗？百灵她是个瞎子，我不能娶她。如果我娶了她，您这辈子都不认我。爸，您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居然让我见百灵？爸，哼。哎，哎，老大爷，孩子，老大爷，耳背啊，你跟你说话呢，跟你说话呢，啊，你儿子不在，上去叫去了，说出去了，啊，你儿子他出去了，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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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紧回去吧，啊，别在这站着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啊。说你怎么故意往车上撞啊？找死呢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混账啊！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哎哎，大哥，什么事儿好说吗？等等等，你有什么话好说吗？你说，你拿那姑娘几兜眼球？啊？哎，等等等，几兜？我拿了一兜。什么？疼疼疼！哎哎疼！哎疼疼疼！到底几兜？我拿了三兜。疼疼疼疼疼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不记得几兜了。以后你还敢拿吗？我不敢了，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你记住，你给那姑娘300块钱，还要给她赔礼道歉，听见没有？啊？你我给疼疼疼疼疼疼！我给。你说怎么办，就怎么办。我给你记住，以后那姑娘少了一兜元宵，我把你胳膊拧下来。好好好，听见没有？好，我记住，我记住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记住了？记住了。走。哎，哎呦，不许耍花招，给我老实点，去吧。去，快去！姑娘，以前是我不好。这300块钱，你收下吧。哎，大哥，你要是喜欢吃我们家元宵，下次过来买，我给你优惠。
姑娘，以前都是我的错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不给钱了，对不起。寒假到了，我没有回家。我觉得百灵是在故意躲着我，即使回去也不会见到她。于是我找了好几份工作，每天穿梭在这座城市里。我要多挣些钱，早一天给百灵治好眼疾。我想好了，只要实现了我和百灵的约定，我就会向他求婚，让他永远也不会离开我。即使老爸反对，我也要娶她，因为我已经长大了，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。我相信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这个道理。我老爸最近挺开心，因为他挣到了钱，有了人生价值，看到了希望。过年时老爸也没有回去，不仅因为工地的工期紧，他也想多挣些钱，让日子过得有些滋味。来，兄弟，干干干一个啊。哎呀，大过年的不能回家还真有点想家呀。哎，兄弟，在哪儿过年不是过年呢？能挣到钱就行，你说是不是？那倒也是。哎，大哥，这小半年你没算白过呀，给儿子攒了不少钱呢。哎呀，说这个老哥得谢谢你啊，这半年是给儿子攒了不少钱，要不是你给我找这个工作，我这半年又白忙活了。来，老哥敬你一个。嗨，老哥，你跟我说这哪儿的话呀？跟我见外。来来，是啊，见外的话我就不多说了。天青啊，马上就要过正月十五了，有件事儿老哥必须得提前办。老哥想请你帮个忙啊。啥事儿啊？你说。姑娘，您是？我就是想问问您，你这些货一共还有多少啊？总共大约100多袋吧。好，我全要了。什么？全部？啊，不过我可得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今年元宵节呀，你要回家过。为什么？让你回家团圆，不好啊。你要是不愿意啊，那就算了。等等，我答应你，咱成交。好，成交，一会儿来拿货啊。
爸，您来吧。元丰啊，哎，这马上就要过正月十五了，我想让你回家一趟，提前准备一下吧。啊，哎，爸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这马上就要开学了，而且我还有家教那些工作。再说了，您不怕我回去碰见百灵啊？你必须回去。为什么？在咱家来贵客。谁呀？你乔先生。乔先生？对。那太好了，那我一定回去。嗯嗯，爸，这样，你一定要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乔先生那可是贵客，是咱们的恩人呢。嗯，准备好吃好喝的，好好招待人家。儿子，你就放心吧，到时候一定回家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别忘了买车票啊。爸，您放心好了。记住了，我走了。好。嗯。爸，再见。回去吧。又是一个元宵节，说实话，我的心里有些不安。不知道会不会又出现什么糟糕的状况。然而，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出乎了我的意料。他婶儿啊！哟，他大叔，您啥时候回来的？啊，我刚回来。啊，大叔，来，您里边坐，来，里边坐啊。大叔啊，您找我有事啊？是啊，我过来是找你有事儿。您说。你看，你们家现在不是有两间房子吗？嗯。我想，能不能腾出一间房子来，让我和小峰住几天？您和小峰住我家？这恐怕……妈，我回来了。呀，百灵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要在城里卖元宵吗？我这不是回来过节吗？哎呀，你回来太好了。你大叔。大叔啊，我知道元丰不在村子里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如果元丰也回家过节，那我就走。百灵，哎呀，他大叔，您这是？百灵。都是大叔不好，是大叔对不起你。委屈你了，孩子。大叔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元丰，爸，你干什么去了？你
看这屋里乱糟糟的，门还锁着，不是乔先生要来吗？你也不收拾，那我现在收拾也来不及啊。儿子，我领你去见个人。见人？谁呀？哎呀，走吧，见着你就知道了，快走快走。谁呀？你让我见他，你就知道了，快走。爸，谁呀？到百灵家了。孩子，你这就见着吧。百灵，这是到哪儿去了？怎么一直都不回来？百灵，你的情况我都知道。你考上了医科大学，我真替你高兴。百灵，我不都是为了你吗？我就想着，我考上了医科大学，选了眼科专业，把你的眼睛治好。风，爸，你不是说想要见那位乔先生？是啊。这鸡鸭鱼啥都有，你们快吃吧，不用等我。哎呀，塔婶啊，你别忙活了，快坐快坐，快吃吧啊，你快坐吧，菜都凉了，来吃吧吃吧吃吧。那个塔婶啊，快吃。俩孩子，今儿是元宵节，是合家团圆的日子，我们两家走到一起很不容易啊。来，咱们干一个，来来，来干杯。吃菜吃菜，来吃吃，来来吃，快吃。白灵，多吃点这个对眼睛好。哎，那个，我呢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宣布一下。哎，爸，你这今天是怎么了？说话怎么神秘兮兮的呢？嗨，这孩子，你老打什么岔儿？是这么回事儿。我想啊，把我们家那个老房子给卖了，拿这个卖房的钱呢，把百灵的眼睛给治好。啊，他叔，您这是？哎呀，爸，我爱死你了！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也不怕百灵跟你婶笑话？大叔，大叔，这房子不能卖，这是您家的老宅。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是您的根啊。是啊，他叔，这房子真的不能卖。我是这么想的。元丰大学毕业后，来婶，吃口菜，不知道分哪儿去。哎，所以这老房子也没啥用场。这房子卖了呢，一是给百灵把眼睛治好，另外我还想呢，在市里头给你们租个店面，既干净又安全。也省得让孩子遭罪了。还有，他婶儿啊，我这儿还有个想法。我看这元宵作坊也不如搬到城里，
让您这前面店后面厂不用别人送货了，这多好啊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好是好，不过让我想想。婶儿，你还想什么呀？我爸说的太对了。婶儿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城里比咱乡下挣钱容易多了。你看啊，我上学这段时间啊，有的时候呢会去勤工俭学，我发现这城里面的这个店面可赚钱了。如果咱在城里包个店面，好好的把咱的元宵展示出来，那咱的元宵厂不是越办越大，越办越圆吗？你看的。那行，那就按你们说的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咱们为今后的日子来再干一个，来干杯，好，干杯，来干杯。百灵，你今天一直不爱说话，是不是不高兴啊？没有，你说哪儿去了？我只是被突如其来的幸福给撞着了，有些不知所措。百灵，我还想要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吧。你为什么要用乔先生这个名字来给我寄钱呢？难道你忘了吗？你以前说过一个谜语，你我当中一条河，原河消被截住了。我担心这句话会被你言中，所以我用了乔先生的乔，就是能在这条河上架起一座桥来，这样我们就能永远不分开。百灵啊，嗯，其实根本都没有人能把咱俩给分开。因为咱俩的心啊，从最开始的那一天就已经连在一起了。我爱你。嗯。